我老公的车开过去了，他说今天能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个都是我家小胖的影子。今天不是到明天不是过那个情人节吗？然后呢，今天我老公就回来了，我又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。然后我刚刚问他，他说是因为那个啥。就是他去医院做了那个核酸证明嘛，拿了那个48小时核酸证明是能回来的，然后还带着礼物啊，他来了，带着礼物回来了，就是他可能以前看过我的那个淘宝购物车吧，然后给我买了一支口红，女生最喜欢的是口红哈，那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我之前放在购物车上还没买呢，那你们看一下，这是礼物。这是花西纸的口红，这个口红看一下，我已经拆开了，这有个东西我要弄一下，还挺漂亮的，我看一下怎么开开这个口红。开了，是这样的，这有个按钮，开就出来了，看一下。在天上遨游，我不需要飞机，你停留原地的过去在回忆，琢磨不透往前进的轨迹。我是刘小胖，然后我刚化了个妆，涂到我老公给我买的口红，美美的。美美的，好开心呀，化个妆。好看。